警察制服的英雄，我極咁多嘅，點解
你哋以救人為己任，為治秩序，理應保護市民安全嘅警察，偏偏喺毫無警告嘅情況之下，忽然向我哋動武，點解？应该是指挥官可耻啊！指挥官可耻。正式呼声同指挥官交涉完之后，佢得出咗结论：指挥官可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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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挥官可等我有我有一来一追，再再麻烦大家有一样记者朋友，唔该，记者朋友麻烦你，可唔可以让一让条路俾双仔去？唔该晒。出院的朋友就叫他们过来声援我们了。